LG 地营 Hero 不够干净，北升真的太敢说了，小洛太容易飘，可能会成为伏笔。猫神深夜发文感慨，效应回应引泪目。 AG 家属都想出去的人能够获得好成绩，夺冠重回巅峰。就在昨天， Hero 再次打了场巅峰对决，却没想到张角教练升级了阵容，导致 Hero 输掉了这场关键比赛。只能说九哲教练对版本的理解始终很强，奈何选手的个人能力不如对面，要不然没必要一直选项羽。狂铁切后排跟恢复能力都比他更强。对此北升也是给出客观评价， Hero 输的虽败犹荣，他们能走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啊，我觉得够了，因为本身他也杀倒了感觉纸面实力比他要强的队伍，对吧？他也坚挺的在季后赛走了几轮，是吧？而且今天也是真的是差一点儿斩倒了老干爹，真的是差了一丢，对吧？BP 做的不错，局内，对吧？选手执行的我觉得也够，但是在逆风的时候呢，选手。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小急躁吧，然后就想要去找点找机会，但是没有找到机会，反而变成了掉点，所以对吧，最终导致失败，就是这种东西也是能够理解的。所以我觉得今天 Hero 输的，对吧，没什么问题，虽败犹荣吧。随后他还评价了 LGD， 觉得他们赢得不够干净，言外之意并不是说他们使阴招，而是觉得他们赢得不够干净利落，明明可以轻松拿下，却出现诸多波折。老干爹今天我觉得反而是打得不够干净啊！你要说今天我的评价，我觉得老干爹反而赢得不够干净，真的。这个赛季你要单说我对老干爹今天打 Hero 的期望是4-1和4-2，我根本没有往巅峰对决去想。尤其是当老干爹第一局那么帅气的拿下了 Hero 那么强的阵容的时候，我觉得今天都有可能是4-0了，然后最终被 Hero 杀进了巅峰对决。我觉得老干爹首先就是打的，对吧，你他妈要上辈子是吉吉国王吧。还有就是不要飘呀，真的不要急，你知道吧。我觉得老干爹选手手法真的够硬，对吧，运营也不错，转线猫的这种老练的思路，对吧，都不错，但是总是在不该出现的一些掉点环节出现一些奇怪的行为，这个是老哥那天暴露出来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弱点。我开玩笑在那儿给你们说飘落战术，就飘落战术的他妈，这小洛他就是容易飘，他一飘之后他就是容易奇怪。那你说接下来别的队伍会针对他这个点吗？你们觉得呢？对不对？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也确实很强，这局的狂铁不负众望，是吧，一根钢针把黑肉给扎破了，没有任何毛病。最后则是猫神在深夜发文直言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，很明显可以看出他这赛季是真的很想要拿到成绩，如果拿不到冠军，下赛季就不一定了，毕竟大家都会补强，没有人能一直巅峰下去。随后笑影回应猫神引泪目，他直言猫神抢我投降，两个人都是 AG 的家属，看到对方赢比赛自然都替他开心，一如当初阿泽淘汰 AG， 一诺笑着拥抱他，并且让他一直赢下去一样。